今天是10月20号，我们来到上方山动物园。宝宝跟镜头打个招呼。宝宝打个招呼。Hello。好的，马上进去了。怎么叫的？宝宝呀，宝宝，这叫水里的。哦，那你拍一下吧。可以啊，你看。你站在地上拍吧。宝宝的。嗯，拍拍那，你对着拍。拍个呀，个大，拍个大的。哦，拍个大的，好的。拍个呀呀。保护好你自己的小鸡啊，我不负责。大的，看。还有一个配件是外面包一张泡沫，或者是一个像空的手柄，然后掉到水里它就会浮在水面，潜水是吧？半个大的，半个。好了，给爸爸吧。给爸爸。恐龙似的从那边走出来。这个距离可以吧？两个，还要靠外面。这边有个，有好几只走出来。没带吗？有几只数不清，要拍照，拍张照片，笑笑。嗯，自然而然的。打开。嗯，爸爸，你看，我们找那边去看看那个小房子。嗯，咔嚓，笑一下，嘿嘿嘿嘿，来一口。还是要再去碰一下，我截图是差。宝宝。
我看爸爸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动物园逛到这边就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拜拜。宝宝，拜拜，拜拜。